一岁满周岁的时候送布布的一个超级酷的礼物，到现在我们。在这边呢，还是要再感谢一下这个老爸，虽然说送的有点早。布布，你知道这个要干嘛的吗？清大便。这个是要对，一二三，好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布布，听说最近你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大便咯，如果大家有看到 short 的话，我就 po 上次布布去到厕所呢，他看到马桶就知道要大便。你知道什么是大便吗？什么是大便？因为呢，布布呢平常都会看这个，教人家便便。嗯，便便，布布，布布你有没有？嗯，便便，嘿嘿。他一直吃，一直吃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开箱一个，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拿到的东西。那个是老爸送他们的礼物，而且是在什么时候送的？一岁满周岁的时候送布布的一个超级酷的礼物，到现在我们。但是那时候送的时候还太远，妈咪先把那个拿出来，我们的神器，超级可爱。在这边呢，还是要再感谢一下这个老爸，虽然说送的有点早，未雨绸缪，总有一天要遇到，那就是这个奖奖，仿真马桶，超可爱。小朋友呢可以坐在这边便便，你可以是就是用这个盆子接，你也可以是把它装在马桶上。我们先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先来看布布了，他知不知道它是什么？哇，布布你看，Putty，这个叫马桶。对啊，他跟我说 Putty 啊。什么 Putty？Putty 马桶啊。哦，对耶 ，Putty 耶。我们等一下先不要教他怎么用，我们先来看他的概念。马桶，对，马桶，马桶没马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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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么喜欢马桶啊？OK， 它这个呢，下面的盆子哦，如果是马桶模式，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底垫来做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要用的时候，你翻过来，它这里有这个很贴心哦，有这个防滑垫，你可以放在浴室啊，放在厕所啊，然后小朋友就可以站在上面啊，比如说洗手啊，或者是衔接那个大马桶的时候，它可以拿来当这个垫脚用的。就不会说，哎，他脚离那个地板太远，然后会血液循环不好之类的这种状况。然后啊，他这个超贴心的，他这里有一个这个挡，所以这个挡、就是，所以我妈叫他坐着尿尿，叫他坐着尿尿啊，以防他去外面都喷的到处是。你是不是喷的到处都是？还好吧。坐，啊，他这个很贴心哦，他这个就是怕小朋友啦，这是 for boys， 就是男生的话，这个几级呢，他可能会这样子尿，然后就可以挡住，不会喷到处都是。坐坐，坐坐，好，坐坐，耶，好，你。然后呢，他这个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，就是我让我们没有的示范，因为我们没有卷筒的卫生纸，这旁边可以放一个卷筒卫生纸。对，但因为我们不是用卷，没有大便哪有人在移动的啦？大爸爸大便有这样吗？我大便哪有这样？没有人变大便变移动。布布，你知道这个要干嘛的吗？大便。这个是要对要让嘿嘿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隔层，这个隔层呢是拿来放湿纸，夹到我的手。这不是给你看电视用的。大便啊，你大便屁股都跑出来了。你要自己学习大便吗？你要不要自己学习大便？你要放在厕所还是要放在外面？厕所比较有大便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什么？我大便的时候带他一起大便。你真谢谢老爸送我一个免治马桶。免治马桶。对，这样子用力没错，就是要这样用力，用力，一二三，对，好棒，这次哦，一二三，爸
宝宝的。那这个大完了以后呢，小宝贝大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就可以拿起来，然后这个就是里面会有它的大便，然后你就可以拿去马桶啊，把它倒下去啊，或者是怎样冲一冲把它倒下去，就让它练习啊。哎，你没有做到。坐好啊，坐在洞洞上面，布布坐在洞洞上面，洞洞，对，好棒，对，来哦，再一次哦，一二三，对，好，再一次啊，一二三，好，好可爱啊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臭哦。怎样？就那个大便我们要冲马桶啊，它大完之后就倒在马桶里面冲掉啊，要不然呢？怎样拿起来啊？包在垃圾桶。之前我们用尿布的时候还可以就把它包起来。啊，就是它大完了，你要立刻拿去冲掉，还要帮它擦屁股，要不然呢？好，这跟之前有什么差别吗？有差，这只是它自己坐在那里大而已。这个没有办法，这就是要让小朋友练习。要不然你叫他现在立马迅速学会自己擦屁股，自己去搭自己擦屁股，你就不会闻到臭味了。这个比较难。那这个马桶的品牌叫做 Summer Effect， 反正他们的链接我们会放在下方说明文。这个不是业配啊，但也是方便大家去找到这个产品。它有很多种类，这但我们这是三合一的。那三合一就是他自己大便，跟他坐到马桶上，然后跟那个脚踏板，脚踏板洗手，对，就这样就是三合一，这样就三合一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还想说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？那这个马桶三合一的话，市价现在大概多少钱？大概1000吧。这样1000多块上下，我觉得如果是让小朋友来练习，应该是还不错。嗯，它还有真的马桶的那一种感觉，你看这个。哦，这感觉就很像真的那种陶瓷的那种马桶，而且它更贵。嗯，好的，那接下来布布慢慢长大了，当然尿布可能还是会搭配着穿，只是就是慢慢的要让它习惯说，哎，上厕所要去厕所上大便呢，要可以去坐在马桶大这样。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成功哦。那如果有成功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再发在 IG， 当然不是发大便给大家看啦，就是从远处看他正在大便的样子，我们会发在我们的 IG， 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频道，到时候再说好不好？看发在哪里。就是他开始要顶上的时候，你就帮他脱裤子，然后就要去做好。对，那个过程我们再来拍啊，只是说那个鸡鸡的部分就一定要把它麻起来，不然会被。对对对，不然会被那个 YouTube 崩掉。哎，要是你儿子长大，我看到他自己学习大便的影片，会不会觉得很可爱？看他，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以后就拿给他女朋友看。那哎，不是老人家都会这样吗？就哦，你看以前我小时候看那个照片，是看照片啊。你觉得你开心？我会觉得我蛮可爱的啊。你不可以看出来你就是多屁，然后还好意思说你儿子很屁。我没有啊，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生活频道，在过年我有发一支，我表姐找出了当年我30几年前我吸的奶嘴，然后我都在问她，那我以前是怎样，就我发现你儿子跟我真的是超像。你看吧，在那边说了，就跟我真的超像，有很多的行为想法都很像。对对对对对，怎么样？ouch， 大便大到 ouch， 大便大到夹到手，好好笑，他被马桶盖夹到手。好，那各位呢，这个都怎么训练家里的小朋友开始上厕所呢？有没有什么 撇步 啊？也欢迎在下面跟我们分享留言哦，大家可以交流一下。道具是有了，但是这个教才是真正核心的部分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身边也有小朋友的朋友，或许正好可以开始练习上厕所会更好。啊，最后要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、Facebook、IG， 还有陌生夫妻好物团购社，所有的社团都订阅起来。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 YouTube， 记得要敲下小铃铛，因为今年呢，我们想要挑战10万订阅，就差2万啦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多多帮忙，小铃铛一定要敲，记得来把影片看完、看好、看满，然后多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说明书，那你装在侧边的马桶，可是我们没有螺丝啊，最后没有附螺丝，夹到我的手了，在哪附螺丝？这是 emoji key。
好。